放开前面的线才能神采飞扬。各位同学好，我是南投县长林明真。首先恭喜各位同学辛苦地完成了现阶段的学习，继续朝着自己的目标与理想持续向前，为自己努力。南投县虽然财政困难，但县长能积极地投资教育经费，因为我相信每个学子都是南投的未来，南投的希望。所以今年的营养午餐每人每餐增加7元，让大家吃得更健康更营养，也争取让县内37所国中小的运动场更新，提供县内学生更安全的运动场所。最重要的是从今年5月起，我们县内的学校班班有冷气，让各位同学在炎热的夏天有舒适的学习环境。而随着后疫情时代的到来，111学年度起生生用平板的政策，鼓励老师将资讯融入教学，活化课堂，鼓励同学善用科技支持学习。县长克服种种的困难，致力打造优质的学习环境，提升学生的学习竞争力。希望你们也能为自己的学习而努力不懈。在此毕业之际，县长也要谢谢所有陪伴孩子学习与成长的老师，一路支持鼓励孩子的家长，你们的付出成就了每个孩子。再次恭喜所有的毕业生，也祝所有的毕业生勇敢直目，奋力向前，开创不一样的未来。恭喜所有的毕业同学。Yeah.
大家可有曾经到他底下去乘凉过，或者是那是默默给大家留有的时间。校长说这句话的意思是说，在这个六年里，不管是这个一草一木，或者是这些教大家的老师，这六年来在家里有辛苦养育你的父母亲，平常在学校上课或者是游戏时候，你要的同学，他们对你的好是一定要的。所以小朋友，一个人对你的好，你要心存感恩的心情。正在杜拉伊他们录影跟做大家的祝福语片都有提到，所谓有句话哦，假归忌拜什么拜很好，假归忌还拜喜马哦，大家记得哦，要感谢这里的家人的老师的同学还有我们的好朋友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深深地知道这句话的道理，因为全家人
辛勤的耕耘，最后就能换来丰收果实。如今到过三年的磨练，我们终于能在红星杯少林赛的场地上获得回味已久的冠军。大家确实应该有一定的信心，吃苦为了一分耕耘，才有很有可能收获。好，所以最后，各位毕业生，各位结业生，你即将升上国中一年级，即将升上一年级，校长在这里祝福大家，祝大家鹏程万里，梦想成真。这一年级要升一年级的，只有你们了。